起来吧，大王有令，让你等回宫。芈戎由夔姑侍候，入住云梦台。芈月进高堂台给叔公主作伴。我思量你虽然不通琴棋书画，但粗活也当不错。以后记着，日日把这大殿的台阶给我清洗干净，然后拔草扫院子。 再有功夫就要悉心照顾叔公主的起居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戴瑁，好好训导她，让她懂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这擦地的活姑姑帮你干。回宫尽兴这么坏呀，才几日就忘了那顿账责了。姑姑。 带蓉儿回去吧，这点活我干得了。月公主，在奴婢这儿可别想偷奸耍滑，好好干活吧。回去吧。韦后，叔公主戴这只金簪如何？那这只呢？好了。 今日习练少司命祭舞，时辰都要到了，带哪个不一样啊？就他吧，快点儿，随他吧，月儿。 姐姐，快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管他哪里，走就是了。快，走。月公主，台阶擦干净了吗？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上面明明还没擦。我说干净就干净了。叔公主，威后有旨，月公主不需要习练祭舞。那母后也没有下旨说。 二位公主辛苦了。叔公主，这支少司命祭舞您习练的不够，此舞中要有手捏兰花的优雅。叔公主似有所不及。此舞却不是淑儿所长。叔公主的不及在于习练的不够，殷公主的不及却在于习练的过于刻意。我哪里跳的不好了？难道习练多了也是错吗？ 公主们天生娇贵，生儿自有俸禄才艺。若论习练琴棋书画、礼乐骑射，乃至于女工厨艺、当家理政，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不至于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、雅俗不变、遇事不知。所以，让公主们习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 月儿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什么呀？诗书都没读过几句。你说。
我想，既然让公主们练习琴棋书画，只是为了陶冶情操，增广见识，那宗旨便在于广，而不在于精了。月公主所言极是，若论厨艺，无不如庖丁；若论女工，无不如缝人；若论歌舞，更是怎么也经不过那些方士的歌舞伎们。但是学了这些，我们可以鉴赏，可以评点。殷公主，您过于醉心这些墨道，未免买椟还珠。正身未悦，原也不是君子所好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什么女士，根本就是个马屁精，只会奉承狄公主。舒公主做什么都是楷模，舒公主跳得不好，也自会得其精髓。我明明比她好过很多，却成了买椟还珠了。啊，公主，此事脚下。贱婢，为何把本公主引到坑里？婢子并没有。还敢多嘴？殷姐姐不必使气，没有跌伤便好。跌不跌伤是本公主自己的事儿。可笑的是，如今出身微贱之辈也都来冒充公主，还到处称姐道妹。殷姐姐不是未老先衰，目力苦短吧？这长廊平坦，本无坑洼，你怎么就能看出坑来了呢？所以看人低矮猥琐也不足为怪了。你月儿，姐姐，你们这儿好热闹啊，何事如此有趣？月儿听说殷姐姐近来贵体欠安，经常耳聋眼花，有病切勿耽搁，要找御医及早医治才是。月儿，杨莲台那边好热闹，陪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？你竟不知，今日判公大笔，五笔在郊外，文笔就在杨莲台呀。有文笔，还有五笔，嗯，甚好。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算了吧，这会儿要去郊外，太阳都要偏西了，还看什么五笔呀？陪我去杨莲台吧，走吧，走。哼，公主，是否即刻回宫？多嘴！我也去杨林台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快来呀！是那边吗？就是那边，来呀！好多人呢。是啊，他们都来参加今日的文笔呀、啊，个个都是气宇不凡呢、啊。今日啊，真可谓是人才荟萃呢。嗯。